现在我们船呢就已经抵达这个物资港，有人睡觉可以起床了，大家可以把你身上所穿的救生衣脱下来放在椅子上就可以。好，待会下船前呢也别忘带检查一次你随身所携带的所有物品，东西起机的带不要留在这个船上了。好，那在我们前方你可以看到一栋建筑造型很特别，好像房子倒塌切成一半，就是这个南洋博物馆。整个建筑设计采用头层台边一个单面山的石头，以它形状设计建造而成的。里面当然有展示一些有关我们宜兰人文历史、植物跟土城的一些东西。好，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进到里面去参观看。右手边是两栋建筑物，一栋是这个直销中心呐、啊，哦，比较后面的一间。哦，旁边另外一栋是这个渔会大楼。好，那待会我们船很快的就会停靠到那个码头旁边。等一下，等我们整个船都是固定好，船上工作人员就定位之后，我们再依顺序的登上岸。